就是跟鹿晗合作也是很默契，然后跟冰冰呢也是合作过很多部作品。相比较跟两个人合作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谢谢。其实我们这个是，我觉得我和冰冰合作是我们很多都是就是我们从第一部戏开始，在公司第一期跟徐凯开始就一直合作，但是我们俩戏份不是很多那个时候。对，然后我们大概是从前面有一部新娘戏开始，我们俩戏份就渐渐的多起来了，就两个人有很多可以一起磨合的点。然后就平时私底下大家也会去关于这个戏该怎么去更有好玩更有趣，这样也会私底下去聊这些。中是这个班。